不硬币最新爆料汇总，大瓜云集，冥王试训 UP 多日效果爆炸，确定复出，老东西公爵加入 V5， 二队小徐秀接任中单， Rookie 确定加入滔博，时隔整整三年，毕竟哥与阿水终于再度同队，一起迎接 S13 赛季，人传人落泪， TES 再度起飞。发条跟德莱文是昨天晚上确定的，其实昨天晚上确定了，差不多我刚开直播那个时候已经是确定了，只是因为我后面再确认嘛，再确认一下，然后已经确定，已经确定，这发条跟德莱文已经确定了，我真的人外面，他们那里，你说我那个上次那个信息是假的，我都没有联系过他们，他们没联系我，都没有，他们都没有考虑过我哥，说啥啊？他们就是，好像最多也是换了中路吗？这么看的话，好像是哦。啊，那个他们那个服装不可能，你们网上看到他们服可能什么，有可能是什么猫咪啊什么那个，不可能，那个假的。不过有博主爆料 ，V5 在研究 Crying 加 Gala 的可能性，然后削 P 去 RNG。不过处于消息最前端的大主播直接给否定了，说有人说被我抬到的那个轮子吗？去了那个队是吧？那个不是。确实有这个说法，但是呢，他后来还是，好像是还是选择留在那个原来的那个队，他选择留在原来的那个队，被我抬那个轮子妈那个队，他们确实想过，就是上路是剑魔，中路是发条，打野是瞎子的那个阵容，后来好像就，他们那边也没确定啊。但是我听到的是上路可能是就是那个胖奥温，然后打野就是原来那个中单是他们二队的那个，就以上次打过比赛那个，那还可以对吧，然后 ADC 就是那个被我抬他那个轮子吗，辅助是就下路原来那两个嘛，就换了中上野，也没有换中上野吧，打野是原来的那个，中路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，这么看的话他们只换了一个上路，你直接说选手名字，你是怕什么呀？你们为什么又开始说那个英雄名字了？我怎么知道阿尼是谁？那个中单阿尼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。最新的消息应该不会的，本来差点啊，差一点点，然后后面就是像这个情况，可能不会。新一说了啥？大概率老方弗拉斯的两个人在一个队，大概率啊，只能说有机会，什么都不好说哦。新一说大概率啊，新一知道的东西肯定没有我多啊，大哥你要这么想啊，不是 我本人的事情他懂得比我多，是你在逗我吗？你看吧，到时候转过去过来看吧，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，好吧，如果不是真的你们来骂我，到时候这个不是，那你相信他呗，你在逗我吗？那你为什么 Devs 那边的事情你的比你啊，那个没办法，那个是那个总不能怪我呀，我知道的信息多也不能怪我，这个是吧兄弟们，我这边信息多这是我的问题吗？你说青杠营那边吗？基本上确定了，青杠营打野是吧，就是那个队，他在那里试训效果特别好，就是你们在网上看到的只是一部分，他基本不也不是基本上吧，我觉得就确定了，我就这么说吧，我觉得就确定了，说实话我觉得就确定了，他就那个队，100%吧，我就这么说，除非突然选手说不去，我觉得不这样子，咱们我觉得不可能，我觉得不可能，确定，青钢打野，为什么没有五杀剑姬的消息啊？五杀剑姬吗？他还能有什么消息啊？他就留队啊。什么网上有人说他的消息吗？没有吧？他就是留队啊。猫咪我觉得基本上留。这不要脸了，我都不是他们那个事情，我都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？前几天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猫咪跟左翼，我觉得基本上就是那个留啊。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呀，他们上楼就是武器嘛，中路可能是左一 AD 可能是猫咪，
我听说那个就是你们不看比赛，你们一定要看比赛的那个战队，对吧？哦，就那个队，你们知道是哪个队吧？就你们一定要看的那种，不看就不行的。他们 AD 本来想买那个，确实想买那个的，然后那个轮子妈留在原来那个队，最后好像是他们也好像在考虑那个，就喜欢 IU 的那个 ADC。哦，这次来 LDL 跟我打了很多把的那个，他们好像也在考虑，到最后怎么定就不知道了。说不定卡夏到最后还是跟他们续呢，都有可能续约。主要是今年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，就是很夸张的一个事情，就导致那个就，这个是这 Rookie 也提了嘛，对吧？非常夸张的事情，这个是不能讲的，一个很夸张很夸张的事情，就没法就那么快有消息了。这个事情现在肯定没人讲，到时候肯定会有人出来说的，你们等等就知道了。这个不能乱讲，汉威恩，你们问他本人啊，他本人都不说，为什么我要说呀？你们没发现吗？今年转会期的消息比以前慢很多很多，真的阵容确定的队伍也只有那个就是金口豹女那边，还有那个谁啊，就是发条跟德莱文那边嘛，就这两个队是阵容真的是确定的，别的队伍没有一个是所有位置都确定的呀。我想一下，对吧兄弟们，好像就这两个吧，就那个金口豹女那边还有德莱文那边，所有其他选手啊，就我没提的那些选手基本上都要等到，哎，我跟你们说真的，今年很有可能很多选手都是转会期最后一天定，真有可能，差不多等13天，呵呵，等13天，到12月14号肯定有结果的，哥们，这个我不骗你们。